大家好，我是秋子，今天是我们的侗族情人节。上午呢，我们已经参加了很多热闹的活动，下午呢，这里将会进行非常热闹的抢鱼塘。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然后再看那个鱼塘中间有一头大红猪，待会呢就会有非常多的那个抢鱼塘的队伍来到这个鱼塘里面进行一个抢鱼比赛，哪个队抢到的鱼多呢，就可以把这头红猪抬回家了。然后咱们现在就在岸边观战吧，看热闹的抢鱼塘。没有打我的小六哥在下面，在他在休息。现在要开始了，咱们的香女已经过来了，已经抬过来了。哦，来了。刚刚弄来送上那么来，送到那边，这个是伴娘，这是伴娘，对对，飞过去的是伴娘，是吧？还是蛮多的，我以为要摔倒了。来，你就想美女可以啊。看一下啊，有多少鱼了？啊，抢到这么多了！
灯啊，帮你灯起来哦。哇，这是你的周子，等一下下去，小美等一下我下去，小亮哥还不知道，周子也不知道。这帅哥太牛了。